生时期是否有用过这些索引卡片或者是 index cards？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文具哦，它可以让孩子发挥想象力，并享尽无穷的乐趣。哎，这个叫什么？订书器呀、啊。订书器 is I think speaker 啊，姐姐，请跟我们说一下，你现在画了什么呢？我画了一道彩虹。你说一道彩虹，因为彩虹的量词是道，对不对？那你喜欢彩虹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它很漂亮。我好期待看他们的书签。嘉欣，请问你画了什么呢？是谁呢？是谁的你？是你啊！是我啊！等一下，我们看看像不像我，好不好？我的脸真的有这么圆吗？耶、yeah, ，就快要做好了。哇，嘉欣，你跟我们解释一下，你画的是什么呢？是我的脸，好很多点点在外面，好。紫色的星星在哇，还好这个点点不是在你脸上哦。哎，刚才你不是说是画我的脸吗？怎么又变成你的脸了呢？因为不像你的脸。不像吗？我们看一看，像不像我呢？比较像谁呢？请你告诉我 ，Please comment below， 比较像谁呢？拿一张卡片，把它对折，然后呢，你就有一张非常基本的贺卡了。现在我们开始布置。嘉欣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呢 ？Glue 叫什么？姐姐，胶。对了，胶水。我们先放上胶水。这些手工材料和工具都是我们家中必备的物品，它们并不昂贵，可是却能让孩子发挥无限的想象力，天马行空。在做手工的当儿，爸爸妈妈们可以以简单的话语和他们交流，因为小孩子还小嘛，所以呢，请记得放慢说话的速度，尽情的享受和他们交流的时光。